注意看，迷你世界中的迷你队长，他是一个角色，他拥有迷你号，迷你号是1000。那么迷你世界中的角色酋长，他的迷你号是多少？很多小伙伴说酋长没有迷你号，错，酋长有迷你号。你们难道不好奇酋长的迷你号是多少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喜欢酋长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有新特效了，在评论区中发出5个爱心就会出现新特效哦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迷你世界中的酋长，他在角色栏中的排行他是第一位，并且队长的排行，小伙伴们你可以看到是第6，他的前方是熊孩子，后方是特工罗拉，并且老版本中的酋长，他的排列顺序也是第一位，而队长的排列顺序依旧是第6，他的前方是熊孩子，后方依旧是特工罗拉，他的位置根本没有变。但是我们发现队长的迷你号是1000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其实酋长的迷你号6就是994？今天我们来数一下994里面究竟能不能找到酋长。我和学姐发现居然找到了酋长，这或许就是迷你世界中酋长的迷你号，因为通过搜迷你号我们真的找到了酋长，你们知道了吗？